高兴跟在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那我目前是我之前在国际特许组织工作，那目前是在大学所教书。那我在东吴大学也开一堂课是讲中国的人权，所以很荣幸能够今天能够受到林先生的邀请来这边就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的看法。就延续刚才就是也是我的老师罗志正老师他提到的这个两岸的这个人权发展的这种对照，正好让我想到就是明天礼拜一就是国际特赦组织今年度要发表全球死刑报告的一天。那这几天其实我也没什么时间准备这个，因为我都在准备那一份报告。那全球的死刑报告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全世界世界各国这个判决或者是处决这个死刑的这个人数哈，全世界加起来比不上中国一个国家。那全世界各国去年只有500多个人啊被这个判死刑，但是被这个处决啊，但是中国一个国家就处决了数千人啊，而且因为它的数据完全不公开，所以国际特赦组织从去年开始就拒绝公布它的这个统计数字，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数字是没有办法确认的。但是啊，这个根据可靠的资料，一般认为它一年处决是几千个人啊，不是上千人而已，是几千个人。那这个相对来讲，台湾很可惜的就是在过去，台湾从2006到2009年曾经有4年多完全没有执行任何的死刑，在国际上其实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就是事实上是我们过去几年人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被国际肯定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亚洲哈，在亚洲是全世界死刑最严重的地区，而台湾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期间哈，曾经这个树立了这个停止执行死刑的政策哈，但很可惜的这个在去年就被打破了哈。那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就是在台湾社会啊，这个死刑的问题的争议还非常大，可能在座的各位都很少有支持废除死刑的啊。但是我必须说，就是说废除死刑的问题是一个人权的价值的选择啊。那全世界现在已经有2/3以上国家不使用死刑，有将近100个国家法律上完全没有任何罪名可以判处死刑啊。那而且我必须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关注这个死刑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政治的体制也有很大关系。死刑经常被这个集权的国家当作政治的工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台湾在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有多少人被政府以这个因为这个政治的理由被政府处决啊，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机会再平反啊。那在我们展望未来的话，谁知道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沦于这样子的重新沦于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之下啊，特别是在我们面对跟中国的这样子的关系哈，中国没有民主化之前，我们有可能就沦于中国的统治。那我们能够容许这样一种刑罚继续存在的话，就有可能让我们将来或者我们子孙继续遭受到这样政治的迫害。那特别是中国在现在，虽然中国在文革以后哈，即便是魏京生哈，中国都从来没有用死刑啊来这个判决这个异议人士哈，但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啊，新疆、西藏、维吾尔族、西藏的这些异议人士，他是会用死刑去对付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中国现在比较文明啊。那事实上，从这边谈过来，就是说这个，
两岸在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个竞赛上面，其实台湾过去一直是在领先的状态，但其实在2008年之后已经令人非常的遗憾，也非常的这个感到忧虑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人权的状况是一直在倒退啊，甚至有跟这个中国看齐的这种可能啊。那回来谈到这个茉莉花的运动，就是我被分配的任务是从这个中国的观点，就是去说明一下这个解析这个茉莉花运动哈。那所以我简单的再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个茉莉花行动的这个前后的这个状况哈。在这个中东爆发这个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慢慢受到影响哈。那二月中开始哈，2月17号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了这个发动这个茉莉花革命的这样的讯息哈。那所以从这个2月20号礼拜天啊开始，就当天是这个第一波的茉莉花行动啊，在13个城市有一些人到这个指定的地点去散步啊。那就这一天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茉莉花革命或茉莉花行动的这个开始啊。那其实在这个茉莉花这个第一波的之后，我们的这个总统马英九先生他曾经有利用这个新闻稿间接的做了反应，好说，但他的反应只是说希望中共能够善待异议人士，早日落实民主法治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回应啊。那然后从2月20号开始到今天已经是第六波哈。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哈，有一些也许值得提出来让大家注意的哈，比如说这个随着这个每一波哈，它的这个茉莉花聚集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城市越来越多哈，聚集的点越来越多哈，这是一个现象。其次就是说，它这个从3月初开始，这个茉莉花行动的组织者开始去号召这个学生哈青年来参与这个茉莉花行动。那这样子的号召，从这个3月中，从上一次开始也有确实有这个学生响应哈，在这个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据报道有500多个学生在校园里头散步哈。那所以这个礼拜今天就是第六波的这个茉莉花，之前也有人在网络上啊呼吁这个各校，尤其是中国这个重点大学，要效法这个这个西北大学的这个学生。那然后中间在这个从第五波开始也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他的这个议题渐渐的落实到一些民生的反腐败的这些议题，比如说这个上礼拜南京的这个茉莉花是跟那个保护梧桐树啊，保护那个因为这个捷运工程可能要砍伐这个梧桐树哈，所以茉莉花行动就结合这个当地的议题，比如说这个礼拜福州的茉莉花运动，它的议题是关于那个福州市的那个电动车的标准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茉莉花的这些一些也许是组织者啊，他们在尽可能的去找寻各种的这个方式来扩大这个茉莉花的影响力。然后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艺术家也慢慢加入进来哈，在这个上礼拜北京的有60多个艺术家举办了一个叫做敏感地带的行为艺术展，这个中间的主题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茉莉花的行动。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反应来看，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共的反应相当敏感，在
第一波的茉莉花发动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对这个重点人士进行监控，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像这个艾滋型的这个网站，在二月中就被封锁，然后像这个几个重要的维权律师哈，汤基田、张天勇、滕彪，都是在这个2月20号之前前夕哈就陆续被扣留哈，因为他们在讨论这个陈光诚的事件啊，之后就被扣留，然后2月20号茉莉花第一波的前夕，胡锦涛就在这个中央党校，利用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他就提到这个目前针对这个中国的社会矛盾凸显期哈，他要求全各省市部会要加强这个管理网路上的这个虚拟社会，要引导网上的舆论。那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哈，我们当然全世界都注意到，就是这一波的茉莉花行动，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都是这个网络媒体，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共在整个这个对应的过程里头也非常重视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围堵哈。那目前传出一些消息，比如说3月中哈，这个就传出来说，这个中共高层已经要进一步去控制这个网际网络哈，从原本只是用这个防火墙或是用一些关键字去封锁，现在他提出来新的办法，是要把整个中国用一个新的网络啊，取代原有的这个开放的网际网络，以后所有的这个在中国境内只要需要上网的人都需要跟政府去申请啊，才能获得这个跟国外这个通讯的这个管道啊。那当然这个只是目前一个传闻啊。然后像这个然后中共也利用各种这个社会控制的网络去加强监控，包括异议人士啊，一开始是针对这个异议人士上访访民等等，但是近来已经随着这个茉莉花行动扩散到大学校园，他现在也开始要对这个大学校园要加强监控。所以庭先刚才有提到，就是北京大学哈已经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来要对这个10类重点学生会商。另外清华大学也传出一个消息啊，就是他突然在这个时机去办了一场这个学生金钟报党的这个讲座，这些都是很久没有在出现过的事情啊。那然后有一个民间的媒体爱早报最近也被这个封网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茉莉花行动的这个状况大致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状况，总体来说它并没有什么很惊人的这种立即的效果出现，所以说其实现在也有些人在谈这个在怀疑，就是说茉莉花行动到底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哈，或者是中国是不是会这个茉莉花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那中国的这个高层哈，政协发言人曾经说哈，这个中国地大人多，所以几个人在街头站一站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那而且也有些人，甚至包括民运内部的人士，都质疑，就是说这个茉莉花是不是有反效果？因为它造成大批的这个异议人士嘛被捕。那维权网曾经统计，在3月中就已经有大概20人，因为这个茉莉花而被这个用各种这个政治的罪名来起诉啊，或者是这个拘留。那那也有一些人可能也有一些人他认为说这个茉莉花行动其实是这个是对中国是有害的，因为它其实背后是西方的霸权在搞这个和平演变，搞颜色革命，都有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质疑出现。